撤。好。魔主突破防线，奥定所有召唤师，马不停蹄。啊，马很多马的意思就对了，赶过去。所有的神锤落在魔主，他们用神锤击出雷电攻击所奥丁和所有的大军。哎，按太快了，果然守卫圣人今日行动不宜惊动你，有什么方法可以不动声色潜进去呢？我们可以用那个啊，那个啊。两位低级魔主士兵正合力推着守卫的魔主锦兵要让通行。帮我很累，儿子才可以回家。有必要这么可爱吗？说到攻击五回合内攻防大幅提升，就是一波带走的意思就对了。我试试看，哇哦，完蛋了，我看一下，哎，还好啊。嗯，大哥，我操，我操，哇！没事哎，我早就知道没事啊。刚是故意做一点节目效果了，怕大家都快睡着了，没啦。哼，心机蛋堡。哦，鼻子那么痒啊，我受不了。啊？怎么越来越多字了？是吧？效果。哦，鼻子好痒，怎么办？真的，鼻子好痒。哎，没看过实况组实况在那边那个哦。告诉各位，这就是牛魔王的化身啊！妈，痒死我了！我先看，这步一波带走太危险了。哎，谁打我了？哇，他好大只哎！哦，越战越强哦，了解，这小 case 啊，这很好处理啊。6000，受死吧！不晓得，我就有一种感觉，我觉得开一下龙哥比较安全，不然怕会有节目效果。看我直播的可以跟我说你好吗？不是不回答你啊，对吧？啊，每个人都要求我做一件事情，而且做一件事不是不知道干嘛的事，你知道吗？啊，每个人都这样做就不太好，那个你知道吗？对啊，就是你 OK， 别人也要 OK 哦，知道吗？你知道我意思吗？各位以一当百嘛，所以讲一次我可能要讲100次哦，了解啊？召唤师奥丁合力打昏低级魔族，召唤师穿上他们的衣服伪装成魔族。奥丁躲在木头树上啊！奥丁这么大一只可以躲在木头树上啊？前进魔族大本营，跳入吊架车，差点没办法，反应够快，才可以混进来，太夸奖了。神水象征怪，换我的话随身携带，最大机会放在主君，以表示戒备最深一点。我想到好主意了。
它会更新，对啊。我看鼻子真的超痒的，为什么这么痒啊？你可以跟我解释一下，为什么鼻子这么痒？声东击西，木马屠城了。哦，好紧微啊！哎，真的是木马屠城哦。有人知道那故事吗？哦，痒到个爆炸！哦，超痒！等一下，我要解决这个问题。哦，哇、哦！好像有点用、哦、可是鼻子还是好痒。哦，你在讲我？哦，有人在想我鼻子有痒，那完蛋了。有必要想的这么激烈吗？一当把一个想一个，一个想一个就是一百个嘞。奥丁成功召唤W主将朋友重病了，那就奥丁想要声东击西的策略，作为敌军焦点，奥丁会在主营各地方点火。再冲进主帐，哇，这招很烂，不过好像没有用。拉起序幕了，起火啦！粮仓起火啦！明明就是我的珠子起火，你想骗我？啊，两秒转珠，我好怕，真的，我超怕两秒转珠，我这个人最怕两秒转珠了。对啊，对啊，两秒，我就随便转了。哇，好害怕，我真的好害怕，真的啦！你看我的表情，是不是有没有感受到我很害怕的样子？有没有感受到？完全没有，我自己觉得没有。鼻子里面长虫这么厉害，鼻子会长虫？你就乱讲话，鼻子怎么长虫啊？不是，你要乱掰也要掰一个比较合理的，对不对？对啊，比如说鼻子过敏，对不对？或者是鼻子过敏，或者是鼻子过敏嘛，对不对？之类的啊。OK 了哈。刚才火是啥小、啊、哦，扣十八，还可以常住的、哦，还有这样的、哦。受死吧你！鼻子里面真的会长虫，真的假的？什么虫啊？什么东西鼻子会长虫？怎么办？我鼻子长虫哎、欸！哇，我好怕这个、啊，我超怕这一招的，真的啊！哎呀，给我放在燃烧里面，他妈这是有够贼的！看来不帮你他妈受，不帮你。妈拖出去砍了，你真是啊，瞧我瞧不起就对了。好吧，啊，鼻子好凉。OK 的，一个又不清鼻孔，这么厉害啊！鼻孔还要清哦，我应该不止一个月，应该是好几十年呢。让我来教你们如何做兵吧，是奥丁啊，阿布兰呢？哎呀！
完蛋了。这什么猪啊？你看不出来，它不是光猪哎。那肯定是不晓得什么猪啊，绝对不会是领导猪啊。看来只好使出那一招了。一定我有转最下面那盘哦，错，这样才有效益啊。欧啦欧啦欧啦，不开龙科啦，这种等级的小怪开龙科，瞧不起他。区区地级魔就想杀掉我，真是不自量力啊！乱成一团，插着红旗的帐篷，就是那个帐篷。风号等于火，哇，你这么厉害！石头花完了，那就不要再抽了。欸，反正你没石头也没办法抽了。哦，好痒啊！我那薄荷好凉哦，有点矛盾哎。落入陷阱哦！原来他们是，原来他们是所谓的将计就计啊！将计就计啊！将计就计啊！升华没有，因为升华好像蛮简单的，对啊，因为有些太简单了，没有，我不想再光了秩序小组给他们太多肉顶，对啊，所以奥丁成功，老迪自己来到主战王子，只剩魔族剩下一个英灵五月来到生命状，吹出暗元素躲去他一次，啊，就倒了，对，就倒了，但是念什么念讲到主战王。雷神说的，摆在正装武器架上，召唤上级。这时，分踏的脚步声踏进，大批魔族瞬间包围帐篷。是陷阱，不要紧，只要逃出帐篷，就能和奥丁会合。果然，他当然预料一样，有人会来夺回神锤，我们不会放过你。我看你们能不能抓到我，英灵们出来吧，兄弟们出来吧，伙伴们出来吧，在这愚昧的魔族展现你们力量。看起来这魔族好像真的不怎么样，真的，我真的觉得他不怎么样。真的不怎么样。叠珠，再叠珠，漂亮。天桥底下说书的，好说好说。其实我不是在天桥啦，我是在那个，你有没有去买票看过那个说相声那个有没有？哎，那个，对，我也有去听过啊，听过，不是现场，对，我听过录音带的。上啊！完蛋了，看起来很难打，果然，糟糕，这种难打的我最喜欢打了，真的啦。穿这一队关键就是要转到一横啊，一横牌啊，哎，干完蛋了，他是 CD 一耶，他是 CD 一耶，他是 CD 一耶。我好害怕，我真的好害怕你的 CD1 啊，我真的好害怕，我真的好害怕 CD1 咧，啊，他们是抢你啊，啊，他们是抢你啊，你啊你啊你啊 CD1 咧，你啊你啊你啊 CD1 咧，你啊你啊你啊，哎你啊，他不就很香香咧啊，我很厉害，你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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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什么？血这么多啊你啊！
去死吧。不要吓我！对啊 ，OK 的 ，OK 的。啊？什么？小暗蜈蚣敌连击盾？我好害怕！我好害怕！我超怕的！我超怕的！哦啦哦啦哦啦 ！K， 哦，没在怕的，绝对够不屌啊！咻的一声，给你缠绕攻击，召唤元素之盾，但对方攻击太强，元素之盾被粉碎了。现在元素有击中召唤师的侧腹，召唤师吃痛跪地。趁机压在我身上，他要干嘛？他为什么要压在我身上？有只小老鼠爬进来那，嗅到食物的味道，让我告诉你贪吃后果吧。黑熊举起锐刀，用力的挥向召唤师。什么？挥向我了、欸？他挥向我了、欸？古龙，难道是传说中的那一位古龙吗？啊，就是会写小说的那一个、啊。召唤师潜到主将帐篷，拿起神水想离去，却被魔族士兵挡。有这些陷阱，尽管召唤师奋力抵抗，寡不敌众，最后败在敌军。我明明就干掉他，我哪有败啊？还手起刀落嘞！我那个三天三夜手起刀落，手起刀落，我那个是眼睛都不眨。你一定想问我为什么眼睛不眨，它不会干吗？因为我本身就是干眼症，所以一直都是干的，所以不太有影响。对了，哎呀，锵！两辆金属车撞上的召唤师耳朵被暗元素包裹了长剑起飞，抵抗主帅的大刀。不待在场所有人反应，奥丁侧着撞出了黑马。高速闯了进来，绕了个圈就冲帐篷，分别只是右手多了个召唤师，就是他一进去，加，然后上来吧，然后我被他拖下去，有没有？没事，你没事吗？没事，他也没事，他是谁？神锤，你到最后都没松手，真厉害的意志。不过开心了，那些魔族要追上来，干掉他，干掉他，我要干掉他。在冷笑了，那是羊，不是啊，羊是咩咩，不一样，不一样，不一样，不太一样，不太一样，真的，真的是不一样。不相信你真的，你可以去，你去听羊的声音，真的不太一样。咩咩，那才是羊，对。好像都是公主族的，试试看。哎，还没死，太好了。哇，好大根呐、啊！哇，光妖精好大根呐、啊！他那个好大根呐、啊，哇哦！看来他对大根的比较有反应了、啊。神魔可以加我就满了、啊，加我。有些时候我会真人的时候，你就要把握了，对？为什么？因为真人就是我需要你嘛，我需要你的时候，你就赶快来帮我了。因为我通常是开实况的时候会真人的、啊。反正大家都要加满的，对啊，不可能说因为谁就不加干嘛？百姓可以吗？每个都这样问，那每个都可以，我没那么多位置啊，对，没那么多位置，用想的就知道，我这还需要问？你这你去每个时光组问，几乎都是这样，对啊，真的，我们要反击，最烈的元素之剑贯穿魔族吧！哇！
没问题，没问题，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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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问题。OK 的 ，OK 的 ，OK 的，这队 OK 啦 ，OK 啦。号称我，号称更新不死队，就是这一队啦。当当当当当当当，听，受死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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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走吧，走吧。人总要学着自己长大，走吧，走吧，人生……哎，刚才不是说要关了？哈？刚才不是说要关了？啊？那不是说好了最后一关吗？故意的啦，黑啦，我在除夕地啦。就回来了嘛，我知道了，从 CD 就回来了。我故意的，我故意的。这一队我是要展示这队 CD 有多短，是 CD 哦，我强调一次哦，是 CD 哦，哦，不是那个什么很短哦，是 CD 哦，哪个哦？就不是不是那个啊，哪个？就是 CD 短就对了，不要问哪个啦。对不对？很短呐、啊，短短的，短短的。啊 ，CD 短 ，CD 短，我要展示这对 CD 呀、啊，嘿啦，一看就知道了，一看一开手就知道是啊，老江湖了，老江湖了，奥丁不断策马将，我先骑乌马，但是指挥英灵急退追上来的，我总见不到这边，正在安心之际，右方传来巨响，他们还要巨大的古龙从右边地上冒出来。哇哇哇哇咕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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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出来的声音就这样咕隆咕隆咕隆，这样懂吗？奥丁出来其实有声音，奥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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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召唤师出来有声音，召唤师召唤师召唤师，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概念哦。所以古隆出来是咕隆咕隆咕隆，无视减伤和抑制是不是？开一波，这个，这时候应该是还没有更新，所以不用怕。当当当当当当当 ，OK 的 ，OK 的 ，OK 的，没问题啊 ，perfect，perfect， 再一波，喵，开一波，喵。再开一波，再开这个，懒觉我按你看应该是打几块就好啊，哪叫我按你看对吧？如果照我这样看来啊，有问题吗 ？Do you have any problem？ 没问题吧？不用龙科啊，欧啦欧啦欧啦。K.O. 谢谢情深缘浅，感谢搞笑，没有啊，很正常啊，我是故意的啦。哎呀，我是故意的。武龙颓然倒下，阻隔了魔族。奥丁策马加速，成功拉开魔族距离，顺利回到阿萨族前线军。奥丁将神锤回还归还给索尔，取回武器的时候，展现他原本是成功击退了魔族。确认魔族撤退后，索尔设了庆功宴，以慰劳士兵们。奥丁和召唤师作为圣城的功臣，与索尔一同列主将洗礼。重点是，有好吃的吗？这是宣告你夺回我的神锤，才打败那班魔族。我索尔作为阿萨族的主人，这里向你致敬。致敬！不，这一次最大的功臣是平民百姓啊，是他奋不顾身保护神锤啊。看看我的名字，看看我的名字后面写什么？光啊，那个锤啊，啊，跟我是有缘分的。原来是这样子戏的，哎，你声音好像变浓了，没那么透明了，哎，真的哎，那我就知道了，这一看就知道了，这一看就知道了。
北域角被魔族统治了，那我就真的就是人间蒸发，应该是这个意思。快要打败战火，变得更透明，打胜仗变浓。不，我所认识的北域应该接近结盟并击败魔族，所以只要令状况越接近事实，我的存在才会被肯定。看到没有？这编剧我编的，我真的从来没看过这个剧情啊，从来没有啊。这编剧我编的，我编的。还有解不通的地方，但帮奥丁团结起北域就一定没错。在准备泡面。对啊，妈，齐邦那个名字有没有觉得自己名字变很亮？有没有？我昨天晚上特地的。对啊，真的有时候没有空啊，啊，有时候忘记，真的一台一关我就忘记了。昨天我特地做笔记下来。有啊，不止很亮啊，我们还有那个，对啊。有机会我们再凑最后个 O 啦，好不好？喵。还有，我操！哦，不是，这是另外一个。我看一下。